都走了，都错门去了。啊，一会儿吃饭都得回来呢。我那啥，我要鲫鱼，啊、你给我，鲫鱼啊、你给我搁这干啥啊？多少斤呢？剁呗你。呀，那个鸡拿下屋去吧。啊、哦，那个行，那个拿出去吧。嗯。这个是全林的鲤鱼，哎，我就不愿意夸林呢。咱不有夸林神器吗？朋友们好，今天我家又来且了。今天那个我娘家我哥他们我舅他们我妹妹他们也都来。我要开鱼。收拾鱼收拾了呀。那你就不愿意收拾这林呢，我看好不好使。不咋好使莫说。得使点劲儿。哈哈哈。没有劲儿就使不了这玩意儿。那。夸着完了。夸完了这。这家这费劲夸着。嗯。就不好整不好收拾。那。这一个鸡挺一气挺大呀，大了大鸡八五斤沉的。哎了，这家可下整完了，三条大鱼。早上包的饺子，剩一盘子酸菜油滋了的。我把这个冷水下锅，这小鸡儿焯焯，往里倒吧。哎，搁两片姜。来钱了，来钱了！哎呀，我二舅啊，啊，好几年没看着你了吧？啊，妈，正经多少年了？这过年也回来了哈？那有十年吗？我咋回来了？那年我二舅来了，那是哪年了？我二舅来的？这前年呗，这头年没来呀，头年没在家过年。对，来过一次，老家长这么高了。我老妹儿，看看看，这么转，我老妹儿。哎妈，都瞅成啥样了，老妹儿啊，胖没样了呢。我二舅嘛，这是我二舅家我妹妹。不能开，哎呦妈呀！嗯，反正连开带休息，连开带休息。开多少个小时？三十多个小时。哎呀妈，他们在江苏来着，过年那天也是，那天到的家。上午到家了，上午到家了。不冷呢，我二姨快冷啊。哎，老侄女，快坐进屋，大哥。没坐呢啊？你没坐啥年饭呢？没坐，一会儿吃的饭呗。啊，那赶趟是不是啊？我心里说没坐，早上饭还没吃。这屋现在全是我的娘家人儿。这花挺好看的哦。哎呀，现在这花都那啥了，都要落了。你大嫂那天来还正开的。嗯，那那回来这不开了。那本念要回来。是不是也挺长的？他卖地，地卖。你小妹找你去了？看着了，看着了。去玩去吧，去吧。一个个都长得可大了，这孩子。坐那儿啊，我老妹儿。我现在都是搁家里吃完，你问人孩子吃啥？嗯，都是家家都这样。张小金吃那完，我一口不吃。啊，我吃那完他不吃，他不吃。吃那剩的都白的土豆啥，那白土豆人家不吃。都不吃是吧？我要吃点白土豆的，当豆豆腐泡点汤，吃饭吃可饱了。你等要是说的像人那是大鱼大肉完了，把我整死了。他家不吃，老吃这玩意就不行了。老啥吃，零零吃也不吃。这咋整？我二舅，这是我妹夫，我舅家我妹夫。这个冰丸子是不是？冰丸子，就差这个了，开始做饭。又我家大厨开启。必须的，关键都得是我干。嗯呐，是。看看，明白了。进门是吧？啊。这摆盘挺好啊。必须的。我爸挺艺术气息。是不是啊？嗯呐。看我儿子。我妈急忙把那玩意给掐了。因为我二舅们好几年没跟我妈看着了，没看着我妈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姐俩到一块儿还挺近乎呢，这还挺能唠呢。十多年。那不是外人儿，因为。嗯呐，我二舅在这儿呢。还有十多年。有。盖完这房子好像来过一回。我记得好像来过。我也忘了，反正是。但是我妹妹他们要是在家，只要是在家，完了我每年就都会来，也不是来看我，都事先声明。都是来看我妈的，要不然正常你我舅妈那我长辈不能来看我嘞，就来看我妈，看姐姐。因为我前年来人装不下，对，车装不下了。我说我也去看看娘姨，那装不下你别去了。对，前年那谁就小丽小静他们这不都来了吗？都在这了吗？
像我哥他们人年年都是来看我妈，谁看我呀？我是最小的。他还没到没到处工夫看人家呢。我这不还没到处空呢吗？还都没去。这两天忙喽，真的忙喽，家里总来客人呢。嗯，谢谢。我儿子，我儿子能替我解释。孩子不是去了吗？你姐他们孩子去了，我让他回来不回来？嗯，人家自己能回来能走。我说你老姨夫开车回来，咱就着一腿走得了呗。那不干。我过年自己走。我说你走吧，自己大爷还不放心。没事儿，我自己坐飞机我就回去。人家去不也是自己去的吗？去，反正还跟着两个人。啊啊。这坎肩儿，这坎肩儿。这要坎肩是三姨家小二胖，我们上天津去。上天津了。他给买的。嗯。毛衣他买的。你看这仨人，你看看，都透红的，真有这个过年劲儿哈，真喜庆。我这是马超媳妇给我买的。这块挺好啊，这种啊，就这样的好吃。哈大嫂，嗯，这块是吧？嗯，你说就像这干巴瘦这个不行，我就不愿意吃那干巴瘦的。你愿意吃啊？哪块好吃？哪块好我吃哪，都给我留啊。嗯，那都给你留，都给你吃。就这个好，这样的好。这个是猪肝儿，看你看你姐夫，啊，你姐夫，你姐夫行不行？行，你看看，狗点改刀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，这带劲！好，我孙子要娶媳妇儿。怎么还扯上我呢？早点喝酒，你就老了。早点喝酒，早点喝酒。二十几了？为啥呀？二十三。那老婆胖了呗。胖了呢。吃的好，老婆。老婆家伙食不错。一会儿在哪儿啊？上山那啥。啊，我大婶儿说的，一会儿就秧歌队来拜年。啊。上我大叔他家。看我们这一家人，今天真热闹，我看大婶儿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看我大婶儿，我老婶在那儿打招呼，上这屋看一眼。哎，我大姑，我舅奶家，我大姑从大连也是刚回来的，来看我妈来了。还有这儿，这是我三姑，也是我舅奶家的，也都是他们这姐俩刚回来，今天来看看我妈。家人们好，你看我大姑多干脆哈、啊！老姐们好，你看这儿的还有我妹夫，他们也才回来，我们要干活做饭了，你们在屋唠啊，大姑三姑。好、啊、好。把鱼炖上去。先把鱼炖上。这啤酒，搁一块啤酒里。下锅，炖着吧，这口劲。吃口饭，来这吃口饭真不容易啊。都得伸手干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都得下手干。那跟人多，那跟我侄媳妇儿，那能做过来吗？做不过来。人多就得走一句，咱家就是好帮忙。对呀、啊，和谐。一家干点，一家干点。说明咱们家和谐，团结，对呀，团结。看看我们，走，老婶儿。嗨，二婶儿，走，大孙子，猜猜我们要去干啥去？都去、啊、看秧歌去了，看秧歌去，走，来那个秧歌队拜年的了，上我大叔家，完了我们都上那儿去看一眼，看看热闹。都成秧歌队了，可不咋，大姑还真是啊，都成秧歌队了，我们这秧歌队了，咱们都会拧啊，都会是不是大姑？你也会哈，大姑，年轻时候也拧过，就是哈，我还有扇子呢，老姑。别夸，上咱这人呢，比秧歌队都多。嗯呐。啊，现在在那头呢。上书记家。在西头呢。他们刚来呗，是不是？走啊，咱上那头走，咱上那头，上那头。走，老妹儿，走。咱家都快干你秧歌队多了。嗯呐，是。看我二姑这家，那有扇子干拧上了。以前都是拧秧歌高手。过年好，万奶。过年好。哎，我快跑，不等他们了。
呢？这是啊，见呢。哎呦啊，拿着土豆干都要见。土豆妈，你不去看看去？热闹。看，我妈就不愿意看热闹。上我家来了，扭秧歌的。我大哥在院里放炮呢。你说人家知道我们出去看啥呀？是不是？就在家等着呗。还出去挨冻去了。咋样，姐夫？好，还行是不是？漂亮，漂亮。过年好，你看看一会儿给谁吧，来，是给万一还是给谁？因为这个鼓进不来院儿，所以院儿里动静小，就有点拧的拧不起来了，有点儿。过来，上年了，过来拧着，上年了。给你这亲家俩还拧上了，你说啥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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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妈在这坐着陪我这些姑姑、叔叔、婶婶啥的呢。嗯，我陪他们都吃好喝好。我愿我侄媳妇2024年越红越火。谢谢大姑，谢谢大姑。完了，哎，整上了。嗯啊啊，玩妹夫不能喝，开车。玩舅也不喝酒。嗯呐，我妹妹也不喝酒，我大侄女也得开车，不能喝。外女儿吃饱了啊。哎。你把那内胆直接。来一杯呗。没有没有。得喝呗，我大婶能喝一杯，多了不能。来一杯，倒一杯来。没看着拿着，我这一杯没喝过，看看盘子，这一杯倒了。倒一杯没倒进去呀，老姑啊！哎呀，因为你让我大婶喝一杯，喝吧。半杯都不到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不想买啊？六年没喝一口。就是欢欢乐乐，我们生生不福，团团圆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家人今天都到我家了，三张桌，我们就开饭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要这句话了。我坐矮的，我坐矮的，我比你小，我坐矮的。不是，我坐矮的得劲儿，我比你个高，知不知道咋回事儿？那你坐那边，我坐那边。我姐那个上医院了，然后一会儿我外甥去接去。那个我姐家那个外甥陪着我姐去了，他们娘俩就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吃了。是幸福快乐的一家人，我们要相亲相爱。